在老派约会摄影棚，今天跟 Cheryl 还有尤米来这边拍婚纱，然后会拍点侧拍，我现在还在准备当中。然后今天是带了一台底片机，这个是 Fujita 的 ST801。那明天的化妆就先来装个底片。好了，终于要开始拍完妆。好，来加油 ！OK， 很好很好。走过来看一下，很漂亮的，天气很好，今天这样子感觉。好啊，棚内这边结束换场。新的拉吧，新的拉吧，旧的啊，好热啊，好热啊，还好我们是比较下午的时候去转场的动作，到第二个点，好好休息，换个第二个妆。看一下很热的油，明明就在室内，再变一下。对啊，然后你去旅行，看到有没有在融化？对，开始害怕水牛根。然后我们来挂一点花浆。好 ，OK， 好，然后站在这个风口，对对对，很好，好，就这样，女生头像都长了星星。刚很多人，现在大家都走了，变得安静。我们再回来这边拍。一个理发厅的感觉。然后换了第三条衣服，出现了超巨大头纱。第三个点呢，就是水牛坑最后一个点呢。这边室外比较热，刚才拍一拍，然后收工了。
好，那车下去很帅的，看一下。好，我们下来了，现在太阳照过来，蛮不错的。现在穿的皮衣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，现在温度31度。OK， 差不多了，夕阳，然后人也都差不多走了，是我们现在对。收工回家，上车吹冷气，拜拜。再靠近他们一点。再靠近他们一点，看他们有没有再多一点。还是你踢上来一点，远一点，然后踢上来一点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